老公，这个学生太可怜了，我们帮帮他吧。小姑娘，这些东西是你的吗？是的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小姑娘，你等一下。我没有钱给你们。小姑娘，你误会我了，你考上了这么好的大学，你很棒。姐姐，谢谢你的夸奖，但是我有可能去不了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弟弟也考上大学了，我爷爷又生病了，所以我上不了学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小姑娘，我这里呢有20000块钱，你先拿去把学费交了。啊，老板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要，我还是个学生，我没有能力还给您。没关系，小姑娘，这个钱我也不是白给你的，你先拿去把学费交了，好好上学，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再来公司找我，拿着吧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等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会回来找您的，加油。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，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，奔向你无